模具师傅进行模具零件的钻孔工序。模具师傅针对模具制作用的铜级进行 CNC 加工。模具师傅针对模具零件进行 CNC 表面细部加工。模具师傅进行铜级定位，确保加工准确到位。定位完成后，设定各项加工程序，开始进行放电加工工序。模具师傅介绍模具各个零件与相对关系。模具师傅开始进行组模。